我感觉这样的话，咱基本不可能买到这么大的串儿，而且都是纯羊肉，在这里现切的羊腿，然后现川现烤的。几个？对，三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跑跑，今天来喀什大巴扎这儿，来买切糕来了，在身边学学怎么撩美女。我们已经到了大巴扎这儿了，现在进去看看去。今天来的时候就在这儿有一个卖切糕的，今天没有了呢。 那就只能进里边去逛一逛了。有个卖冰淇淋的，是奶油给这儿，那个是蛋壳，不是在机器里边那么打出来的，直接搅拌出来的。有个卖无花果的。昨天吃10块钱10个呢。10个笨了，这东西笨了。无花果，昨天吃了一次，10块钱10个。 今天他要10块钱5个，10块钱6个。又跟小王来大巴扎里了。昨天跟海哥来了，没溜达，就买点东西，然后就走了，看看有啥要买的东西。这边卖的东西挺全的，卖衣服的，卖床上用品的，毛巾、日杂、食品，还有吃饭的地方，卖的老全了，还可大了，里边可大可大的。 昨天就走了一条小街，今天好好转一转，把这里边都走全了。还有卖家用电器的呢，你能想到的东西，这里都有卖的。这是卖日杂的，算卖五金的，手电筒啥的，内衣。前边那条街是卖干果的，昨天走过这条街。 这块也有异世界，卖服装批发的，就是这条街上是卖干果啥的。这边卖东西很有规律，一条街上卖啥都是卖啥的。这里分了好多个棚子，前边是一个棚子，这还是一个棚子，对面那边还有一个棚子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棚子。 里边都很长很大，这大巴扎果然很大。在这里边就是一站式购物了，不用再去第二个地方了。想买啥在这儿都有。人好多呀，我跟小萌走散了。然后他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吃饭去。我现在去吃饭去。有个大冰块，这是做雪糕用的。这边卖凉皮、凉粉的真多呀，家家都有这个米肠啊，这是。 连着5、6家啊，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凉皮、凉粉、炸鸡腿、茶蛋。这家还有拉面。这是小萌点的牛肉，20一份。他都快吃没了，我的鸡肉拌面还没有来，我没论人啊，录饭呢。你吃不了了？哎呀。 那我给你收拾了，我的牛肉吧。那我还捡了这么多饭啊！他们是不是把我的鸡肉拌面给忘了呀？一会儿都吃完了，我的面还没上来呢。这现在3点半了，吃饭的这么多呢，还。我的鸡肉拌面来了，原来是卤和面分开的。全都到里不都？ 放不下了吗？我一点一点的往里放吧。抖到里边，用小勺在那干什么呢？有辣椒。你说一勺勺在那㧟啥呢？里边有辣椒。看你吃饭都那啥。好吃不？
我说这茶是什么茶？焙盏。焙盏。黑茶。是不是放花了？是不是有花叶？玫瑰花还是那个天山水泊？玫瑰花。啊，玫瑰花，玫瑰花茶。嗯。挺香的，挺好喝的。嘿，老腊肉还跟人搭句话，问人家啥茶，好看是吧？好看，吃完了，是吗？好吃，看新疆美女长多好看。他饭量小啊，他饭量小，吃一半就吃饱。他捡我的，是。这边是可以免费加面吧？嗯，这边能加面，但是你已经把卤吃没了。你可以下次的话，他们是可以加面。嗯，新疆这边能加面。